上个礼拜的部分哦，就是入门班的上课重点哦，我讲过了，我也把它录下来。其实我每一个课程都会把它录影下来哦，然后做一个清单哦，所以总共上了有20段影片，20个 section 哈、哦。那相关的影片呢，在 YouTube 上也有啦，所以如果你要参照，假设你上次上课有些地方哦，漏掉的话，你可以再把它稍微看一下。里面包含就是说，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哈、哦。其实你在做枢纽分析表之前哦，你还是一定要记得一件事，就是说你的资料是不是已经把它符合枢纽分析要的一个所谓的资料的正规化。因为很多人不太了解这一点，所以呢丢一个东西给他枢纽分析表，他当然有些格式不对啦，不对之后的话呢，你所产生出来枢纽分析表也就不对了，那更不要说枢纽分析图了啊。所以呢很多开头的部分就会产生错误。那所以呢我们在那个通讯产品的那个这个单元里面的话，有讲到有时候正规化部分，然后正规化里面的话我有提到哦，所以你可以云端白板这上面我有把它放一些画面上去，里面的话呢基本上哦，就是大概会有一些注意事项。所谓的资料正规化就是说你要产生的资料哦，记得哦就要长得像类似资料库的资料表的这样的样子了哦，就是说上方第一列一定是栏位名称，那底下的话呢就分别放你要的东西。千万记得哦，一般可能会遇到的状况哦，就是类似像我们底下给各位的范例哦，这个范例里面当然第一个就是叫你跟各位讲说，第一个哦，里面的资料哦，千万记得哦，不要是放这种什么跨栏置中的。那跨栏置中的话哦，不是说只有在里面的资料哦，连栏位名称哦，记得哦，有很多地方我发现很多人的资料它的第一列跟第二列哦，它却把它跨栏置中，那你跨栏之中就会产生问题了。 OK， 特别注意哈、哦。所以记得哈、哦，如果有那种格式上的不正确哈、哦，记得一定要把它修正。好、哦，另外的话，第二个就是说里面哈、哦，你要去比如说你要查询的资料，枢纽分析表你要做什么样的比对哈、哦？那记得不要是编号，所以我们可能通常来的资料了啊，也许里面是放编号，那你记得就是要把它需要的栏位要把它做出来。比如说我今天是区域的编号，那我要的是区域的话，那我就势必要把它查出来。所以查的方法，比如说区域哈，这个旁边你可以再插入一栏，好，那我可以什么利用那个它的编号去把这个对照表里面的资料查过来。 OK， 这个地方的话呢，比如说我要把这个它里面有第一栏里面一定是它的编号，第二栏的资料呢把它带过来的话，那可以在这边插入一栏哈，把哪一区哪一区把它查过来。另外的话呢，产品编号可以查到它里面的那个产品名称。那也就是说如果你要产生一个枢纽分析表，前面会有一些前置作业哦，那就是需要怎么样，需要把这些东西给变出来哦。所以是上次的第一个课程啊，里面的话最重要是用到 VLOOK 函数啦齁、哦、可以帮我做查询。不过呢齁、哦、这一点可能还要一点特别注意，就是说如果齁、哦、其实 VLOOK 函数有一些限制在齁、哦、齁、哦、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齁、哦、就是说如果你查询的这个对照表齁、哦、刚好的形式是这样，就是说呢它的编号一定是放在第一栏，你要查的东西是在第二栏以后的话都可以查，比如说第二栏、第三栏、第四栏都 OK， 你查的编号刚好放第一栏，用 VLOOK 函数是不会有问题的。可是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哈，你要查的资料哦，它的编号可能不是放在第一栏，可能是放在第二栏，或者刚好它第一栏跟第二栏位置颠倒了。那如果是哈位置颠倒，你就不能用 VLOOK 函数去做查询的话，那你可能就要知道说你要用别的函数去查。好、哦、啊，那其他的话可能比较常用，像用 index， 不过 index 可能要配合那个像 match 函数哦。那也就如果你不懂得 VLOOK 函数其以外的其他查询函数的话，那你可能就会做不出结果了。那、啊、做不出结果怎么办？你可能就要土法炼钢，土法炼钢那就很浪费时间哈、哦。所以这部分的话呢，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啊。也许后面我们会再补充一些范例哈、哦，让各位了解，就是说有些如果遇到这样的状况该怎么处理。那还有呢，那上次上课哦，因为一时兴起，因为我自己本身的专长就是这个跟程式有关的哈，每天还是。刚刚讲到那个跨栏置中。对对对。如果看到那个第一列都有跨栏置中啊。对。跨栏置中会遇到什么问题？不，第一列没有啊，这个里面没有跨栏置中啊。
对对对，因为它只是栏宽拉宽而已啦。Okay. 那如果说你跨有跨栏之中的话，它变成说它无法辨识到底是你是在哪一个储存格的位置，因为跨栏之中变成说你是好几个储存格，它没有办法知道说到底你指的是哪一个储存格，所以跨栏之中哦，对于那个枢纽分析表是一个还蛮大的问题哦，所以这部分那当然很多同学之前问我说这怎么办啊，就没办法，你就把它改成没有跨栏之中就好了，把它恢复成我们要的样子就对，因为枢纽分析表它本身的规则 OK 这个地方不是我们自己定的啦，因为你要用它的工具哈，你就要符合它的游戏规则嘛，大概是这样，所以主要我们是要了解说它到底要什么样的资料，我喂给它什么它就正确了啊，至于说你衍生出来的问题都是因为你前面的资料不正确嘛，所以呢如果你想说奇怪，你枢纽分析表出来怪怪的哦，它跑出来的图也怪怪的，那你就要去想说原来是源头的问题 OK， 如果你这些源头都解决的话，那我想之后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 OK， 所以哈，基本上的话大概主要是强调，所以上次讲到的部分大概是这些啊，另外就是说如果像有常常每天都要做，比如说像跨栏之中这些动作，你要全部一个动作一个按钮按下去全部都搞定的话，那你可能如果你经常性要做的话，那我是建议你可以把它写成程式啦，好啊，这部分的话就是可以用 VBA 去实现，好啊，程式云端上也有啦，其实那个按钮按下去啊，全部的东西就完全就搞定了 OK 啊，其实还感觉还蛮好的，因为很有成就感，等于是你可能要做十几个二十个动作，可能在瞬间按下去它就帮你把所有的动作都做完了，那当然如果你现在是一个工作表哦，图法练应该还可以啦，可是如果你有十个二十个三十个工作表每个都要这样做一遍的话，那你岂不累死了，所以哈，倒不如怎么样可以把它做程式化的，但这部分其实真的是有点难度啦，因为我发现上次好像讲到程式部分很多同学都快阵亡了哦 OK， 那没有办法啦，可是你如果不写程式好像已经没有更好的方法，所以哈，目前当然不是只有在企业界啦，其实连那个我们教育部108年课纲已经把程式设计列为中学哈必修课程，而且以后考试升学考试哈也会把那个程式设计列为是一项成绩，所以以后如果哈假如小朋友要升学的话，在程式设计恐怕要先修了，而且对岸哦，已经把程式设计也列为他们高考，他们叫高考，其实就联考哈的必考科目之一啦。那也就是可想而知啊，以后那个写程式这件事情已经是变成必然的。那只是说，可能在你们现阶段啦，因为你们可能在学校教育里面还不见得一定要学啊，所以啊，这个当然我只是先把这东西放上来哈。啊，至于其他的部分的话，我想哈，这个稍微做一个复习一下啊，其他那个枢纽分析表之前哦，我也还有讲一下，就是说你不见得一定要用枢纽分析表也可以完成的话，那里面背后呢可能要就是你要统计的话，如果你不用枢纽分析表，基本上哦也可以帮你统计出像笔数、像销售额、像单位，那销售额跟单位是条件发生再加总的话哦，啊这个笔数是计算笔数的话，基本上哈，在 Excel 里面呢也有两个函数，如果计算笔数是康米夫啦，啊，如果是计算加总的话是三米夫。那其实呢，枢纽分析表背后帮你做的事情就是这两个函数做的事情。那也就是说，如果你简单的报表哈，其实说真的，倒不一定非得一定要用枢纽分析表，你有时候就自己怎么样把康米夫三米夫加总结果报表就出来了啊，那为什么一定要把它再喂到枢纽分析表里面再跑出来，也结果是当然也是一样，只是说呢感觉好像用函数来解决好像似乎简单一些些好，所以这边我们上次上课的重点就是提到哈一个简易报表的制作，那最后的话就是把这个这个枢纽分析表哈把它拉进啊，其实枢纽分析表的优点哦，就是它可以做成，当然以前的资料是线性的，就一维式的，从头到尾，然后栏一栏一栏的。可是如果你今天希望怎么样，把它变成二维的，所谓的二维就是说交叉分析的话 ，OK， 比如说我们把什么呢？把那个产品，啊，把它丢到哪里呢？丢到列的部分。所以这边呢叫列，纵向的叫列，横向的哈，叫栏。OK， 特别是哦，
这边是列，这边是栏。那纵向的列我放产品跟它的哪一个年度，栏的部分呢我是放那个就是地区，那我可以做交叉分析啦。 OK， 那这个叫二维的，二维式的交叉分析。 OK， 那这种当然如果比起我们刚刚看到那个纵向的那个循序的一维的分析，看起来其实会清楚很多。另外它还有做一点，就是说它会把里面的资料做一个群组，并且帮你把中间的这个中间的部分叫值啦。啊，实际上英文里面哦，它叫 data field， 所以中间的部分叫 data field 哦，那这边叫 row field， 就是列啦哦。啊，它这边的话栏它叫 column field。啊，其实如果你要写后面的程式啦，其实也它出来的东西都是用英文表示啦哈，所以基本上会分成三个区块。那其实中间这个区块哈，里面呢最重要就是说，到底你里面的东西是要做加总呢，还是要计数呢，还是要找它最大值、最小值等等的，它有很多的计算的摘要的方式。啊，还有它显示出来你要百分比呢，哦，还是要是里面的数字啦。那上次我们有练习过，所以这些东西呢，你可以把它稍微做个变化，哦，让它显示出来的效果不一样。啊，最后你可以把它做个样式，外面表格可以把它做漂亮一些些哈。啊，再来呢，后面呢，我们上一次还有提到，就是最后再把什么呢，把这个表哈，把它变成图。所以这个图的部分的话，当然我做几个动作啦，就是第一个 ，H 你就直接把它丢到那个枢纽分析图里面，让它变成图，因为看图的话相对会比较清楚啊。比如说我今天呢希望了解这个，比如说大哥大手机好了，它101年、102年的变化，那你可以马上看得出来，哇，它几乎是那个哈，哇，倍数的成长。其实看图马上一目了然嘛，但如果你看数字，有时候看半天还是没办法看到头绪，看图其实一下就马上清楚了啊。所以如果你要去老板其实最喜欢看这个图了。你给我看这个数字，给我看，你给我一堆的那个资料表，他看到头晕的，对不对？枢纽分析表还是算简单，啊，看图是最简单的。OK， 那当然呢，这地方我们会有做几个变化，包含第一个哈，我们就是做了标题啦，好，所以上面这边我做了一个标题，本来这个上面这边是没有标题的，比如这个报表名称叫什么 ？OK， 那你可以什么设定标题？那特别注意啊，因为上次上课还有个问题啊，就是说因为每一个同学的电脑的版本都不一样，那会有个问题，就是我的版本跟你们版本不一样，可能画面上面你会发现就找不到功能就麻烦，或者即便找到功能但是位置放的不一样，好，尤其是做这个枢纽分析图的时候好像会差异更大。那没有办法，因为在这边环境是开放的，不像电脑教室啦，电脑教室的话呢，反正好处就是每个版本打开都跟老师一样。还有呢，电脑教室的好处啦，就是我可以切换画面，对，你们也可以看得很清楚。其实现在已经调得算清楚了，之前好像更模糊一些些哦。那只是说呢，它没办法切换哦，然后有些那个变音比较大。还有就是说，我习惯就是说我会把那个我的东西都全部放到云端上，可是每次来到一些金融单位上课的时候，就有个问题，就是说好像云端你们都会管制吧，哦，那这样对于上课其实是会有一些不是很好的部分啦。当然有些部分请各位就是自己再加强一些些啊。那今天的话呢，后面对，刚刚那个图表部分哈，把它做字中放在这边，字把它放大啊，放大方法我上次有讲过，就是你可以点选它，然后常用改一下。另外的话呢，我把图例哈，这个叫图例 ，OK 哈，这个图例的话呢，可以把它由它本来是右边，把它搬到左边来。哎，怎么样把它搬左边？我上一次上课有提到，所以如果你假如这部分不是很清楚的话，啊，也许你可以把我刚刚那个云端上面那个影片啊，也许可以再看一下。啊，再来的话呢，还增加什么资料？那个增加所谓的这边啊，叫资料标签。那因为呢，图上面如果说，哎，假设看到图，但是我要想要顺便看数字的话，那你这个地方就可以善用所谓的资料标签。那资料标签可以放很多地方，可以放里面，可以放外面，啊，可以放中间。那我这边叫什么？终点外侧，就是它最外面。我习惯放终点外侧。那怎么设定？上次有讲过，
你只要找到功能设定一下就好了。这个功能还蛮方便的，因为有时候图出来之后预设不会帮你显示它里面的数字，但是如果你图跟数字都要显示的话，哎，其实用什么资料标签就可以很快的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啊，其他的话呢，哈，还有就是说我希望让这个数字更明确。那预设的格线哦，它只有主坐标轴这一条叫主坐标轴，它的什么呢？横向预设主要的格线有，但是次要格线没有，所以怎么样把次要格线也帮我画出来？好，哦，啊，其他还有像这个也是要垂直坐标轴了哈，啊，水平坐标轴，如果我也希望这个格线也出现的话，那也可以顺便帮我把格线画。啊，格线画出来好处是，它会区隔的比较清楚，我也可以看到那个细部的数字，比如说旁边这个数字哈，哦，所代表的数刻度在哪里。会比较清楚一点啦，不然有时候自己这样看还要在那边比对，尤其比较最右边的那个 data， 有时候你光看那个，哎，它到底数字大概多少哈，有时候比较辛苦。所以如果次，你有没有那个格线呢，也把它显示出来的话，哎，这个地方效果就会比较好。所以次要的格线，啊，这个上次有讲过了哈，只是说你这个功能熟不熟。所以往后的话呢，这些画图的相关功能呢，如果都可以把它加上去的话，哎，那效果会更好。另外的话呢，这里面背后的叫绘图区，那绘图区我用一个叫渐层的效果，并且哈，为了让那个感觉有希望的感觉，所以上面有个太阳光嘛，哦，表示说哎迎向阳光，所以后来又加了一个什么渐层效果，再加上黄色的背景，就会有这种效果出现了。啊，其实设定非常的简单，真的不需要花太多力气啊，可是却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啦。所以这个有点在你工作上有画龙点睛的效果，因为毕竟你做了很多努力，但是最后你那个图就画不好，感觉上就是这功亏一篑啊，最后那个画图的。所以其实反而我觉得，当然大部分人还是喜欢看漂亮的东西啦，啊，视觉化。所以现在习惯就是最后的那个视觉，所以要怎么样把图画得漂亮一些些，这点可能要花一点力气。好，那上一次上课也都有提到要怎么样把它做出来，所以其实我们可以花比较多力气啦。也许你们课后有下课有时间的话，也许也可以自己再玩玩看，变化出各种的效果出来，然后呢把你的那个最后的图也把它画得更让人家感觉哇眼睛一亮哈。啊，这个部分的话是啊底下有一些动作，我会把那个画面截图都放在这边，但是这个截图哈，比较是适合是那个Excel 的2010的版本，好，哦，那如果你是旧版或者是新版，这是真的比较麻烦，所以以后干脆是不是上课哈，希望统一一下那个版本，不然的话真的是比较，因为不然的话我看很多同学看到我的画面跟你们画面不一样，好像停顿了一下，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哦，然后也找不到功能，只好看我表演而已，好，哦，所以这个。哎，就麻烦了啊！不过如果在电脑教室比较没有这种问题啦，因为大家都有一样的东西哈，哦。OK， 所以这个是比较麻烦的点。不过至少啦，我跟各位讲说，虽然版本不一样，但是它的观念、它的功能都一样，只是放的位置不一样。那你恐怕就是要哎自己稍微再找一下下哈，哦。OK， 那这个是上一次的那个第一题部分哦的相关重点。那再来的话呢，就是那个第二题的重点，就是我有讲了一个，就是因为这个表本来是全部都是什么，全部都是编号，那我要一键全部把这些都变成那个就是名称的话，那我讲了一个用 VBA 最快啊，哦，真的蛮快的，按下去之后呢，全部都变成我要的那个画面结果。但是这里面可能会有个问题啦，就是要写一点程式，当然程式会不会很困难，其实理论上哈，哦，就是改几个地方而已啦，当然就是要花一点时间，不过它的作用真的很大，因为本来你可以把大概15个栏位的所有编号一键按下去呢，全部都被帮你做好了。那如果你会这个方法的话啦，真的省掉很多麻烦很多哈，尤其你资料越大的话，那省的力气越大啦。好 ，OK， 那这个是上一次上课啊，另外的话呢哈，还有枢纽自动化啦，不过这自动化也是花很多力气哈，那其他的话呢，再来就是就把那个我们的表也做出来，那方法跟前面讲的差，啊，最后也是画一个这个图出来啊，只是说这个图啊，跟前一个最大的不一样，大概会有几个啊，第一个就是我把那个图例哈，本来是放右边搬到左边，那现在呢，我把右边
搬到上面 ，OK， 这个是图例哈。那第二个的话，上面也做了一个那个图表的标题。那标题部分的话呢，又跟上次的不太一样，上次是叠在这个图上面，啊，退出区。那我现在是把它放在它的上方，独立出来哈。再来的话呢，在坐标轴哈，这个坐标轴我多了一个名，这个坐标轴的上面的那个标题。OK， 有时候因为你要让那个坐标轴让人家知道说这到底是算什么资料啊，人数啊，所以一看就知道总共有几个人，人数哈，这边把它显示出来。啊，其他的话还有就是说底下的这个名称也可以设定一下相关的标题。另外的话呢，这格线我也让它显示，绘图区也做变化哈。啊，其实呢，另外哈，你们也可以在未来哈，可以在就是注意一下，在图例哈跟这个什么呢，底下这边有一个，你会发现有个灰色区块，有个箭头，有没有？啊，其实这个不是装饰的哦，基本上哈，这个东西呢叫做筛选，也就是说呢，如果你今天呢希望快速的把，比如说这边有这么多类别，像包装设计一直到广告设计啊，如果里面有一些你不希望显示的，比如说这个这几个你不要显示的话，那你可以用筛选的方法，它预设是全部打勾了，那你可以把几个你不要做出来的，你把打勾取消，它也可以哈、哦、快速的帮你把那些项目去掉。好 ，OK， 那达到就是说你那个图表、哦、可以随时针对你真的想显示的那个项目，再针对再来显示。那、啊、其他上面这边也是一样，这个比如说你今天要统计的那个主要的分析的族群哦，就是假设15岁以下不要的话，然后45岁以上不要的话，那你也可以利用上面有个箭头做进一步的那个图表的筛选。 OK，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细节部分我想还是就是可以再好把它再玩玩看哦。那这主要上一次上课就是这两题为主了哦。那只是说因为那个程式部分哦会卡得比较久一点哦，因为这个实在难度太高了哦，所以也许在下一期上课哦，可能就把那个程式大概略讲哦，然后也许就是跟你们讲那边有东西啦哦。那最后有一个练习题，练习题的话呢哈、哦、就是第三题。那不过这第三题哦本来是给各位当练习题啦，因为我就快速的讲过，但是发现哦好像问题还蛮多的、哦、我本来以为这个应该大家都很快可以做完，就后来发现其实不然哦，比我想象中问题还多很多哦。所以呢待会哦也许我们就把这个上一次的练习题哦再把答案呢重新再做一遍给各位看一下啊。如果说我希望做到的效果哦怎么样做，所以待会请各位哈、哦、第一个先帮我开启那个练习档里面的入门的资料夹，入门班里面资料夹、哦、那这边有一题是叫做 PC 硬体零件的销售这个系统分析原始档。那打开之后的话哈、哦、其实基本上我们是要把这底下有12个问题啊、哦、分别完成。那第一个问当然哈、哦、其实以后这些问题我想你工作上也会遇到啦，反正就是你的资料最后想要呈现出什么效果，那的问题有时候问题怎么样把它真正变成枢纽分析表跟枢纽分析图，那你要怎么去做 OK 哈、哦、那在做之前呢、啊、当然我刚刚讲过三阶段，第一个你要把 data 先变出来，那 data 就资料部分哦一定要符合什么枢纽分析表要的那个样子，所以那个样子的话哈、哦、其实就在前面1、2、3、4、5、6这6个就是我们 data， 啊里面有黄色区域的空还没做，就是让你补上的，那也就是说你要把这些全部补完之后哈、哦、才有办法做这个动作啊、哦、所以前面是第一阶段就把资料做正规化了哈，当然正规化之外就把它产生。那不过会有几个问题哦，第一个请各位哈、哦、先帮我把那个公式里面哈、哦、有一个名称管理员啊、哦、就开启这个档之后的话，接下来的话把那个名称管理员打开，那这边实际上哈、哦、就是已经弄好的对照表，不过哈、哦、这对照表对同学来说好像会有问题啊，因为这怎么产生的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哦，那为这怎么产生之后要怎么用好像也不知道，所以干脆怎么样，第一个哈、哦、你们先了解一下里面的话哈、哦、比如说像这边县市代号县市表按下去它会圈一个范围出来，另外的话呢这边在这里好像是部门吧哈、哦、
第二个其实就代号党部门这个范围，然后呢再来是这个是应该是这个应该是产品吧，应该是分类吧，哈，这边应该是分类表 ，OK， 分类表。那不过哈，已经帮你圈好了，但是你可能不太知道说这个东西到底做怎么用，不然干脆这样好了，就把这些哈全部删掉，我们全部重来好了。好，比如说我今天呢，我要从头开始，那怎么样做查询？哈，所以请各位先帮我开一下好了，这个也许先开这个档，然后呢把那个名称管理员里面的这个名称哦全选删掉，那待会我们再来看哦如何建名称，建完名称之后呢再去把你要的 data 一个一个的把它查出来，好啊，查完之后呢再把后面有12道题分别把它做出来， OK， 好，先试一下，先开一下这个档。